我祈求观世音菩萨和所有的菩萨都给你们加持，都保佑你们。你们举着这么多的手机里边的亲人的照片，你们很有自己的慈悲心，你们在救自己的亲人，你们想给自己亲人加持，你们自己学佛已经非常身体健康了，你们还要让家里的人也要健康，非常好，这是慈悲心的开始。等到以后哪一天，如果你们能够举起更多的有缘众生，能够帮助到脱离自己家族到外面去度不认识的人，那你就是人间菩萨。好好努力啊，昨天讲得这么累，我嗓子也没哑，我今天讲了一场，我是动感情的，所以你看我嗓子现在有点哑了。但是记住了，你们记住师父一句话，要真情对人，真正的对人家好，人家一定会对你更好。谁都有感情，每个人都有感情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慈悲心。你记住了，你种下去的善一定会得到果报的。所以只要你去修行，只管耕作，不问收获，你一定会得到更多的善因和善果。非常感谢印度尼西亚这次为我们安排的啊这个法会，也感谢全世界这么多佛友来护持啊，我们今天法喜充满，我们希望以后永远法喜充满。师父很爱你们，我会想念你们。其实师父跟你们讲句心里话，师父现在根本不是靠法会在帮助你们，完全是靠法身。今天弟子会上我可以跟你们讲，对外师父不讲，为什么呢？法身救人比开会更快。你们告诉我，你们多少人梦见过台长的法身的？举手给他们看一看。放下来吧，我告诉你们，记住了，好好的跟着观世音菩萨，跟着我们佛陀的脚步走，我们将越走越宽，越走越光明，越走越有希望。我们的明天一定会比今天好。心法门师父看得到，爱国爱民，遵纪守法，我们的孩子们已经把心灵法门谱写成一曲能够弘扬佛法、弘扬中华文化的一个非常好的法门，它是前途无量。希望你们好好的护持，下次再见。让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，感恩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大慈大悲的卢军宏台长。
们这次有一个佛友马来西亚的，他厉害，他从小看得见、嗯、他这次看见师父在开光的时候，所有的慈像菩萨全部冒金光，呵呵，他看见了、嗯、厉害，真的法、啊、真的法师充满，真的，对，因为你法会真的感触很深、啊、就是到会场里面全身发烫，然后菩萨加持就特别的大，然后很开心，着火来了呀，着火哎对的，嗯然后法会上面最后师傅要走了，然后就老是在台上跟大家鞠躬啊，跟大家不舍得，然后大家也挺舍不得的啊，因为现在的确师父嘛也低调啊，他有时候想想，哎呀，走的时候也不能跟大家握手了，心里很难过，多给大家在台上、哎、对，因为他们现在保安对我的要求也高嘛，不希望再太多的这个因为怕那个手啊都拉破了，人太多啊发生危险的，就机场里都保安都说人太多了会发生危险，有时候人一攻啊万一倒下来，万一有点什么事情也不好，嗯对的，反正师傅还是要保重好身体，对，加持是暂时的给大家、师傅身体健康好好，但是我在结束的时候我给大家很多加持的，他们都能感受到，对的啊，我一直在能感觉到我一直在请观世音菩萨给大家加持，通过师傅自己本身也是的，所以每个人都很热的，嗯嗯，对的，然后很感动，就是很激动啊，这里面就看了书就老师得了，这已经就得到价值了呀，嗯嗯，好吗，对的对的对的。